My name is Milan Savic, and I'm assistant of the mayor, municipality of Temerin in Serbia.泰梅林位于塞尔维亚福伊福丁纳自治省，这里的葡萄酒产业很受欢迎，各类酒庄很多，能让你尽享醇香风味。我们也有只在本地产出的特有品种。每年一月都会有一场国际性的葡萄酒展会在这里举办，吸引全球超过300家展商到来。这次能参加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，我们十分激动，已经准备好寻找合作伙伴，共同投资发展葡萄酒产业。